第一，我们就要记下来、背下来，每天两次满潮，两次干潮，两次涨潮，两次落潮。啊，刚才跟你解释为什么两次了，我刚才有解释为什么两才是好坏句，听不懂就给我背，听不懂就死背。OK， 还有刚才讲过了，朔望是大潮，上弦下弦是小潮。什么叫大潮？潮差大，涨得高，降得低。什么叫小潮？升的没那么高，降的没那么低。朔望是大潮，上弦下小潮。停车暂借问，大家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小帅哥美女，不可以只会背，不可以只会背，要看月相的图，要看月相图。考试人家会问你一些问题，比如说画的图，月亮在甲乙丙丁四个位置，他就问你说，月亮在甲的时候是大潮，问你对不对？那你就看得出来，那甲是不是朔，或者是不是望，懂不懂意思吗？所以要背，可是不可以只会背，你要能够在月相的月球的公转图里面看出来，哪个点是朔，哪个点是望，哪个点是上弦，哪个点是下弦，这样才可以，不可以只会用背，不可以只会用背，要背，可是不可以只会背 ，OK？ 那刚刚跟你讲过了。因为月球绕地球公转的关系，潮汐的时间每天会延后50分钟，这跟刚才的解释是完全一样，完全一样。好，月亮升起的时间会延后50分钟，因为月球绕地球公转。同理，因为月球绕地球公转，所以每天的满潮时刻或者干潮时刻也可以，每天都会延后50分钟。都会延后50分钟，每天都会延后50分钟。OK， 好，来解释。来，国中程度，国中程度，面对月亮跟背对月亮的时候叫做满潮。实际的情况不是这样，不过你不用管实际情况，我们就这样做题目就对了，题目就这样解就对了。面对月亮或者是背对月亮的时候叫做满潮。好，所以现在这个点叫做满潮。如果月亮不会动，那很好，地球转一圈回来怎样？还是满潮嘛，还是满潮，没有差。可是月亮会跑啊，月亮跑掉，所以你转一圈回来没有满潮，哎，你要再多转一点点，你的昨天跟今天满潮时间不一样，今天要多转一点点，多转，所以叫做延后。那延后多少？就要延后地球要自转这个底下内圈的角度的时间。那底下内圈是外面的大圈嘛，还是一样圆心角相等？那外面的大圈就是月球公转一天的角度。那老话一句，月球公转一天，朔望月 27.3 天，恒星月 29.53 天，我们算30天好算，所以要多转1/30圈，所以地球要多转1/30圈，往里面沉吧，24小时，1小时60分钟，沉进去之后大概是548，所以我们说大约50分钟，这就是原因，这就是原因，跟刚才解释完全一样，而且完全一样，那结果也完全一样，有听懂非常好，没听懂就给我死背啊。潮汐的时间每天会延后50分钟，每天会延后50分钟。 OK OK， 好，我们刚才讲说每天有两次满潮，两次干潮，两次涨潮，两次落潮，但是潮汐的实际的情形会受到地形海流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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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影响，所以台湾有些地方每天只有一次满潮，一次干潮，专有名词叫做全日潮，整天一次，一天两次的叫做半日潮，有的地方有的时候两次，有的时候一次叫做混合潮，这个名词高中才会教，国中没有。国中一知道潮汐会受到地形海流巴拉巴拉巴拉的影响，二考卷上如果用普通话跟你说，每天有两次满潮，两次干潮，两次涨潮，两次落潮，对，
题目如果打包票跟你说，台湾每个地方每天都两次满潮，两次满潮就是错，你懂吗？普通话讲两次就对，打包票打包票说台湾每个地方每天都两次就是错，就是错 ，OK， 就是错。所以这第一个实际的情况会受到这些影响。好，刚才讲过会延后五十分钟什么意思啊？啊，画这个波浪图，当初是为了跟同学解释为何延后五十分钟，后来发现这个图有用，可以帮助你很快判断涨潮、落潮这些事情。今天九点钟第一次满潮，那明天第一次嘞？九点，就要做延后五十分钟一次，中间还有一次，对不对？一半，所以超在讲义上，潮汐周期十二个小时又二十五分钟，所以潮汐周期十二个小时又二十五分钟要背下来，潮汐周期二十五，中间再一半叫干潮，再切一半，再切个干潮。六小时十二分三十秒，六小时十二分三，就大概六个小时，大概六小时，所以要背下来潮汐的周期十二个小时又二十五分钟，每天满潮时间会延后五十分钟，五十分钟叫做潮汐时刻 ，OK。好，潮汐怎么影响？潮间带生物啦、啊、鱼类啦、啊、港口进出啦、啊、海钓、游泳啊，啊，有人到海边。游泳呢，游了半天游不回来，啊，因为正好碰到退潮，整个海水往后拉，所以游半天就往后走，往后走，啊，然后呢，长头船进出，我年轻的时候呢，去过一次金门，然后呢到廖罗湾，那廖罗湾港口是硬盖出来的，是吗？回来那天早上一早就上船，上船的时候呢，甲板跟岸边离得很近，上去撑。撑，直到快到中午才出航。这时候出去的时候，甲板离岸边离很远，干嘛？等它涨潮，等它涨潮，我才能出去。所以那个钓鱼湾港口是硬把它盖出来的，潮差太大，退潮的时候出不去，涨潮的时候还出得去。OK， 然后呢可以洗干净，拉拉。然后呢叫做这个地理有教吧？有。石沪，传说最美的石沪，双星石沪。适合带男朋友或女朋友去的，啊，师傅，那个捕鱼方法，那个涨潮鱼就游进去，退潮水走了鱼逃出来，咱们可以用剪子把鱼捡回家了，捕鱼的方式，这地理有教。然后呢，记得刚讲过，港口最好是潮差小一点，不要那个满潮就可以走，退潮就走不出去的这种方式。然后再来的第四笔画教过的，潮汐发电，笔画有教吗？有还有叫潮汐发电，利用潮差、水位差，哦，未能换成动能，动能转成电能，啊，之类，叭叭叭叭之类的 ，OK， 反正这个看看就可以了，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，OK， 有人有问题吗？没，嗯啊。